喜欢吃烧烤的朋友们，看过来咯，这里有面筋、白果、鱿鱼串、五花肉、鸡胸肉，有鱼、有虾、有丸子，还有鸡翅、香菇、黄瓜。这种方形的木炭叫鸡翅木炭，烤之前要先用火把它点燃。这种木炭很耐烧的哦。再将木炭夹到烤箱里面，烤架要用钢丝球刷一刷，摆上你想要烤的所有食材，先在其表面刷上一层香油，味道比较淡的刷一层酱油，撒上辣椒粉、孜然粉、适当的鸡粉、胡椒粉。有些肉要提前腌制，有些食材是边烤边调味。不管是自家做还是商用的，最主要的是要简单实用。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就是一本活菜谱。当你不知道吃啥，记得来找灵感哦。这是用洋葱熬出来的香油，烧烤专用。这是用蒜末熬出来的蒜油，也是烧烤专用。